唱法明，我是团长阿凯，我是吉他手毛吉，我是 keyboard 手梅子，我是贝斯手阿佑，我是鼓手阿平。今天节目很特别哦，除了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创作曲以外，还可以爆料团员们私下一些小秘密。想看一下我们台中阿翔还有台中阿信们私下怎么互动的吗？嗯，还有我们玩游戏的过程非常好笑，一定要收看周六晚上7:30的学生天团风音乐。男又大，男子胶，弹子胶，王子胶好了，王子胶，王子胶，弹子，王导烧，弹子胶，弹子胶。韩子娇，韩子娇，什么答案？王子娇。刚讲了很多你们乐团的辛酸血泪史，对啦，就是互相就互相爆料。对对对 对, 對，我们接下来要玩游戏，这是唇语大挑大挑战。对，就反正就是接力。对，好。对，然后我们提示题目都是捷运站，都是捷运站的名字。台北的吗？台中人，台中人，台中人，台中人。那你们知道台中捷运站名字？对啊，开始啦，那个是。你念出来，他不会听到，他听不到。啊，对，他不要太大声。龙山寺。哦，我转过去吗？对，你 OK 了吗？你 OK 了吗？ OK， 你知道吗？OK 了。好，来，完蛋了，太厉害了吧？开开一点，打开一点。你可以念出来，知道？哎，这样知道了。厉害 ，OK OK， 来，答案是什么？啊，看，来对镜头说，你跟我龙山寺。哦，来，快吃饭了，过来。等一下，你们只花了31秒。哎，有限秒数是不是？我们要比赛。哦，这是一个秒数能够比赛。好，那我不要帮他。那我十。还没。刑天宫。什么意思？厉害了吧？他的耳机在播，耳机在有声音吗？有啊。有啦。真的，我怎么都知道？你等一下可以念出声，因为他听不到。OK。三个字，刑天宫。三个字，刑天宫。好，揍他！哇，超帅！啊耶！终于有在玩游戏的感觉了。刑天宫，你老公，你老公，老公公，老公公 ，Yeah。信天宫，来说答案，大声说出来，对镜头说，对镜头说，我说有点不确定，他想，他应该觉得应该是天宫子，啊，米田宫，答案是刑天宫，哦，没有奖，梅子第一个，还可以可以这样换的，对，我可以这样，那你换一下，猜一下，这么好了，哦，红树林。我们要的效果来了，红。因为梅子呢，是我们里面讲话常常会躲起，真的最亲最亲的那个。红，红，超嗨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红，树，树，林，侯友谊。大家，红。第三个赖清德。OK， 来，拜拜。我可以讲出来吗？对，可以讲。远一点，远一点，不要这个最准确，是不是？红树林，红红树，红树林，红树。来，好，答案是红树林。哇塞！上过课，上过课，富富富，很难，富。你是忘记题目了？不要再了，木星刚，木星刚，刚，五虚张，五虚张，刚，你可以讲出来，你可以讲出来，再一次，木木星星刚，我不要太大声，这个冠军刚当刚啊当，对，刚可以了，刚刚来 ，OK， 转，转一山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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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谢谢。我来讲解第二个字。复复复。C C 山。不是三个字吗？山。三个字啊。来，代字。复C山。复兴山在哪里？我想知道一下。是啊，还对哦，对。复兴，复兴山，富士山，富士山，富士山站，富士山站，龙山寺，富士山站，山，富士山站，复兴，复兴山。好啦，来，妈祖请说，来，请说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，不要放这边，不要放这边，拿起来。拿下，对对对对，不要挂，不要挂。OK OK， 来，答案是，来来，对着镜头说，我有罪，我有罪，复兴家什么什么战，我有罪，什么罪？你说吧，复兴家，答错了，终于错了，对，复兴刚，复兴刚，刚，我连这个字，你告诉我这个站名，我也不爱排队。预先都开车的，三个字，行，太多人了。新新北北头头哎哦来，这个厉害，还有效果哎，还有效果。新北头西西北头北头平头鞋哦，来接下来答案是新北头哇，哇哎。四分厉害，总共几分？四分十六秒啦。哎，四分十六秒，帮你答对四题。OK OK， 这个蛮简单。南港胆胆馆，南港胆胆馆，南港胆胆馆。好 ，OK。哎呦，哦，别急，快不听。南港大南港，可以讲吗？他也在骂我。南港展览馆，太棒了！南港展，刚那个啊，南港 OK， 刚刚那个 OK OK， 来来来来来，南港展览馆，对吧？公园，大湖公园，什么公园？大湖沙，大大。大大大五湖啊，大五大五湖湖大湖公园大五，好 ，OK， 来分大五湖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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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湖公园对，公园大大湖大湖公园大湖公园，拿下来，答案是拿下来，拿下来，答案是大湖公园。为什么你知道？有啊，那个反骨那个大大湖大哇桥桥哎，大桥桥桥桥哦哦屁哦。桥条，大条大条大条五条悟了。桥鸟，大鸟大鸟大鸟大桥，哈无，大桥头，好了，大桥头，哎呦，原来我不要一直纠结在第二个，对啊，你就直接讲到这里，两个字，我看你在他叫什么，大桥头，大小大大桥啊，大。桥头，大桥桥头，大大什么头？大桥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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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桥桥头，大桥头，大桥头，快一点，大桥头，桥大唱桥头，来第一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吗？大大大大桥桥。桥桥，再次再次，大桥头，大大桥头，大桥头，大桥头。我的有老是这样的，我就站两个天。我讲话剑，两个字剑。弹剑弹。哦，剑弹
不要。哇哇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健。健健谈，健谈，健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健健健健健什么？健健谈，健健健谈，健健谈，健谈。哦，你们健到什么？健谈，健谈，摆头健。来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难难。难又又大，难难你难难去有脚，难难第一个字是什么？难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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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人之初，我一看之后听不出来。男去角，人之什么什么交？男去角什么交？三秒交。男什么交？去角。男什么交？去讲大声一点。男是弹指，弹指角，弹指交。直接放弃，弹指交。太难了，弹指交。弹指交，黄子交好了啦，黄子交，黄子烧，弹指，黄岛烧啊，弹指交啊，弹指交，弹指交，弹指交，什么答案？黄子交，弹指交，金角，金角，这是你的答案，答案是弹指交。什么呢？什么东西啊？难去角啊！谁知道出来？这太难了，不会，难去角我听过啊。难去角应该蛮多人听过。所以他们几分？他们四分五十秒。那刚刚嘞？刚有机会赢。我们四分，他们16还是15？四分四。哦，是因为他们难去角太久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黄？他们直接来说，衣服颜色跟难去角那个线是一模一样的。对啊，他们完全应完全不知道。来，你要跳舞了是不是？外面都跳好了，开始来，放弃好了啦。好，预备哦。好，5、6、7、8。哦，专业，真的好厉害。哎，我写的，真的有在练。好，再练。来，别慢，别慢。健身房跳这个会不会几个？没有没有，我没有。跟着老师动吧。有人在郭俊跳这样吗？哎，很厉害的，你是特别练的是吗？就是最近公司尾牙需要。哦，尾牙会这个是有用的吧？有用有用，加薪。没有，最近我要打工，我真的要讲这个。而且你们刚刚五个在跳哦。他好像变主持人一样哎，好厉害！我不会掉，我正转过来了，他就没有帮你了。没有，他人生说了一直不怎么好了。他人生所有技能都点在手上。可以可以，我觉得这样也可以。点在手上，点在手上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现在带来你们的第二首歌曲，这首歌也是你们的创作。对，好，这首歌曲叫做《三行石》，送给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红灯右转。那我们第二首歌带来的是《三十》。《三十》这首歌呢，就是代表一个年纪的坎。当你跨越那个坎，你会觉得说这条梦想的道路上到底顺不顺环，或是怎样，让你会觉得心中会有点你要再往哪一条路去走。所以我这首歌是给大家亲身经历的事情的歌。谢谢。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吧。一世人一款命，做一场不会醒的梦，
在你的身上我看不到时间留下的痕迹，时光匆匆的走，经过了无数的日夜，我逐渐找不到过去的自己。秋风落叶，冷冽的夜，独自默默留下滴滴泪，笑看世界在黑夜中紧紧埋醉，只因我不愿妥协这世界。三十岁后的我已过了做梦的念头，冷漠的笑，冷漠的痛，有谁会懂？三十岁后的我，曾与我想的不太相同，这世界的枷锁太过沉重。三十岁后梦的念头，冷漠的笑，冷漠的痛，有谁会懂？三十岁后的我，曾与我想的不太相同，这世界的枷锁太过沉重，但我会用我的一生去挣脱。这样还可以唱歌，就科目三日。对，因为说真的啊，就是刚刚他们跳完科目三以后，他们前面玩什么都忘记了，对，只记得那个舞蹈的部分。好了，他应该是故意输的，没有，都认真玩，都练跑了，跳了。那我们请红灯右转再来好好的宣传一下，去哪里搜寻你们的作品，然后你们之后有什么样的宣传活动，或是哪里有演出？好，那我先好了，好不好？那因为我们的歌呢，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有写蛮多歌的，那只是说这一首歌叫做《有钱会飞》，这是我们的主打歌。那这首歌我们就是耗了非常多的心血，然后也改版了好多次，然后我们把它就是进了专业的录音师制作之后，我们也拍摄了很有故事的 MV。那在各大平台，那在 YouTube 或 Spotify 那些都可以找得到这首歌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再帮我们多多点阅分享，因为我们创作乐团呢最需要的就是多曝光。对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还会有制作下一首的单曲，那这首单曲是变成是中文歌咯，就是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体验感受这样子。谢谢。希望你们下一首歌还可以继续来节目上玩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们再来玩，对，我们玩跳火圈之类的。你们跳，你们再来玩，有点危险下去玩。对，反正你们来，我们都不用下去玩。我们现在轻松。好了，今天非常感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收看《学生天堂》播音乐。